这是 Alice 李台湾为 LibriVox 所录的台语唐诗。第40首《子夜歌》下，李白作。敬我三百里，寒淡发荷花，五月写诗菜，人堪一玉牙，海州不待月，归去月王家。完 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